动物防疫法于2020年9月1日生效。法律定定了本澳动物防疫制度，一旦怀疑动物患病自主，应尽快带动物就医。当兽医或动物诊疗活动场所负责人发现动物疫病时，亦应依法作出申报及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。动物防疫制度的落实有赖市民业界共同参与合作，如果不遵守规定，将有机会受到处罚。依法申报动物疫病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。